独家消息带您关注内湖三民国中对面公寓大楼附近，最近出现一名男子不时躲在暗处猥亵女生，那么吓坏了不少租屋的民众。还有热心的民众呢，自己印了警语海报，贴了一整排在公寓的大门口。现在大家都提高警觉，要一起抓色狼。走在台北市内湖区民权东路上的骑楼，却惊见这样的海报。A4 纸上解谜扼要的几个字，就是要提醒落单女子注意自身安全。太离谱了吧！尤其我们这边学生很多啊，孩子很多，太危险了。实际了解状况，原来最近在这一带出现了六秒侠，一名女子之前只身走在骑楼，光天化日却惊见一名男子躲在角落阴暗处做不雅动作。男子大约40来岁，身材中等，女子吓得赶紧向里长反映。他没有出来吓人啦，就是说就自己在做那些不雅的动作这样子。由于案发地点旁边就是三民国中校区，校区内远警各个绷紧神经，加强巡逻，全面缉狼。记者刘志展、徐曼佳台北报道。